你该不会是跨年工作吧？别冲啊！要拼啊！哦，三百呢？就姐三百块，乖哦，过来来啊！在外面一斤呀，现在外面一斤五百多了。它还有干贝呀，干贝我要蒸。没有熟的，只供你买组合的。哦，组合的也卖完。所以你跑上来是来找你的精神师呀，神经神器，居妹妹。哦，专业。真听不？还五百块虾仁，搁现在国发的，这虾仁搁来国发，卖完了。干贝还有。国发。虾仁国发好卖，这对虾仁国发。这金半重超过一斤五百几块的虾仁，这半卖五百，无人买，五百块，五百块，卖完了，鳕鱼啊，鳕鱼哦，弄个你三百的，啊，三百块弄个你啊，这半弄个你啊，鲅鱼啊，这不是两桶的哦，三百块的，我今年没钱了，鲅鱼卖了。三百了无？三百尔，即盘两斤外咯，你是？二啊五啦。来出价，我别个三箱哦。啊。别个三箱啊。哎，羊肉了，别都，羊肉了先卖了，五百块。我不知道你公斤呢。羊肉了，够现在五百块，还掏钱。够吧，羊肉了。两块呀！季节真真的，你干嘛？你要吗？没有不辣鱼的，谢谢。规定真，规定真真正正的做些糖醋，糖醋红烧要数赞，我就这样起来。来了，这里面买五百、四百，卖了三百块就减三百块。三百嘞？三百？三百还要嘞？三百？两百嘞？能把握下来了，还有两把了，来一点了。阿伯，奶奶要教你哈。够了。不要急，你的梗都烂了。
才200块。哎，哥，现在最后一箱无啊，200。好人啊！哎，200块，哥，现在200了，200块。处理。200块了，200了，200。回去干煎啊，等用钱的好食的200块，200块还能要吗？还200，无人爱好来，鸡腿啊，鸡腿排我。知道你。哦，这鸡腿排位用嘛？哦，用家己哦，家加工帮你帮你包好啊，你最了，我咧看你啊，好不啦？阿怪哦，哎，这个你最了，这女二两鸡腿排，啊，正啊，迄哦，有人讲啊，人讲迄种偏偏，你囡仔有诶唔敢食，恁水果这种完全没有骨头的，你要家包好啊，这种较大块，搁大块，你一摆就有10块哦，一摆就有10块啊，我少食个，较紧个啦。等起几包啊冰嘞，哎，要吃啊，开一开出来对啦。啊，姐姐，一包10块要开偌济？哎呦，简餐店啊，一袋要吃80啦，一袋80，现在一包10块，我少吃个，一包了嘞，现在开5万就400、300了，鸡腿排。无人买啊？200块就得200块就好了。200块鸡腿排有人要吗？还听少？还200块现在？哎，牛二两，这牛二两鸡腿排真的很好吃。3包好了，200块也是的。哎，200块还有人家买，带你去得意耶，得意耶，这多赚了。哎，哥，现在200块鸡腿排还有人要吗？牛二两鸡腿排呀，200块200块就好了。要煎吗？对，干煎气炸锅也可以，用烤箱也可以。哎，直接煎都没有骨头，哎，不会辣，哎，这不咸咩？哇，这不咸咩？200块，哎，过来。哎，它没有很重咸，它稍微调味而已。哦，它稍微，如果吃的不够咸，搁掺点火腿盐，是吧？撒一些胡椒盐，你懂为什么？200块，200块对吧？这一包要简餐店才有得吃啊！你因为自助餐吃不到这种东西，哎，200块你要不要？我要虾了，虾了，等一下啦，哎，200块了，哎，200块还有人要吗？要，这个包好了，包好了，全部都帮你包好了，哎，200块还有人要？200块，200六，还有人吗？鸡腿排。200无骨的哦，去骨的200块还有人要吗？还能罢工？200块，你了不？贵呢？贵一包能罢两？嚯！真的啦，一只最好吃的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边哥你好看要拿了，你要拿了吗？你来包去。哎哥，拿个鸡腿排吧。没有了哦。哎，想要吃鸭肉丸，一包200，两包也200。鸭肉丸还有人要吗？哎，不要紧。买200块。鸭肉丸还有人要吗？谢谢你。买200块，买那边一个。买鸭肉丸还有人要吗？进来进哦。来无啊，无三包，一人一包嘞，100块有人买无？吃袂了，不笑。啊，我不是包两包，你们两包呀？来，不给。不知道。来。哎，两包够收着。哎，过来，我100块。100块。好，包了起来。还够100了。100块钱。过来来哦，都有了吗？空空，哎。够一包了，买吧。100块。保湿乳，什么保湿乳？小姐。
法师的鸭子站的，只是说他最近哦，最近因为餐厅啊，你听啊，因为最近哦，餐厅都有在办桌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的东西就比较少，比较少，他根本物以稀为贵，他就一直在贵的，哦，一新鲜较贵的，啊，这种物件哦，餐厅要不吃吃贵吧，一只800块，这种永春要清蒸就好，清蒸煮汤啊，不要用蒸的。卖用这呢条哦，伊这用这伊拢胶质，这九分的话用这呢，你就算让你不粘锅，伊嘛是条件啊，你听我说。好、哦、来，现在两卖两只，两卖两只，三天一只800，两只1500块，这两只卖我你开1000嘛，800变来500，我变四个人变，变来500了啦，500块啦，500块500块，500呢，这比石斑还要好吃。几个啦，来，小姐来，今年是不是都上瘾了？500块。来十班还有人要吗？来保十五，快进来！保十班的，等他卖，等他卖。还搁几个人？搁几个人？来，我爸放先卖500块，加啦！做泡面，加啦！加几年？来，我爸先卖保十班，还有人要吗？来，老板，保十班还有没有人要？来500块，来不？这叫物件，你不会你也会。我爸年啦，四件，四九半够好食。有名的啦，你这个官方网站，还有 IG， 还有 Line， 哦，啊，脸书，啊，你家去找，去找宝石班，你就知啊。来大爷，来办，来去肯定嘛。来个姐姐，两个来500块就好了。清蒸煮汤就很好吃，来500块，来500块，来500块，500了，来四只500块，500块，500个人来无？500块，500了，500块，无人来无食无，你啊要两位，你啊我，250。还250，还有人要吗？两只，还250块，还能加你一个，还进能加你一个，还进能加你一个，你一个，哦哦哦，哎呀，干杯，好，干杯先卖他，干杯买500好不好？哎，两盒给你，400块就好了，不用400，买两盒400了，太高兴了。好，等我一下啊！再去炒，再去再炒。啊，先排好了。7-8了。轻轻啊，一点拼就成事了。我这样管他没丢啦。还400块。还干杯个现在4-8。还400。哎，小雨早安，小雨早安。昨天有去台北跨年吗？还没睡觉哎。会干啊！笑跪你呀！不讲诶啦，还够现在500、400块，还干杯还有谁要400块？卖完了嘿，疯狂！他早上很多人买，已经没有了。好啊，慢呢，涨劲哟！他们说谁谁谁谁谁谁谁？500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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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上。还鳕鱼个现在500块，河内人的鳕鱼500块。在河堤喝酒看烟火。还鳕鱼还有谁要来500块？鳕鱼500块。还等鳕鱼等等诶。我那你是人就乖些点来。来500块。来500块。鳕鱼够了，来不来？
卖你啊，我先卖你啊，我250无啊。我一千块。还有烟火，一米五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来，放电量，我就拿电量。大师黑色，你要这个吗？好，十分。我进仓干你哈。哎，你睡地先麦，你赶快睡，赶快隔离来睡一下。你头刀落这把盖油哩，哦，伊开这片这块吧，上好食这块外片，上油哩啊，这爱食啊，见麦用开500就400来，卖300或300块。对啊，300块。干嘛去人挤人？尽量跟你们看300一样，都是烟火，对不对？300。而且在200比较有艳遇，对不对？200块。来人办，人办了！来掏钱起来！来200块！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来了，谁呀？来200块了！来个200块！掏到了，还有谁呀？来200块！来掏钱家。200块，还200块，够现在200了，200块，还200块，200块，有等成功吗？小雨，200，有被人家扛回家或者看到，你放心，现在这台都买下来300了，一棒子敲回，200块了。送肉包，买巴乐上万包，买巴乐上万包啊！我买下的，快点，他没睡觉，快点回家。我刚消费，你有没有在拿香拜拜？没有，你是基督教，还是伊斯兰教？还是伊斯兰教？我一定啊，我基督教不受理，主也对白嘛，现在白整包啊，整包这个1300。你刚，过来过来，家人。老师是给阿飞啊，所以不是你的菜，对不对？买六包，买六包吗？没有，上次买。下来下来下来，大条的啦，几人给现嘞？500块，你一斤500嘞，还够少几人给嘞？500块，来500块下来，有人要买了，就对500了，500块了，就下来500块，下来500块，500，接过来500块了，500了，500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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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500没人买，500块没人买，谢谢了。龟二的话再跟我说，我再寄我的产品。200块，电动塑胶解冻。买一皮够下来了，是不一皮呀？买200块，200块就能一盒一斤重，好不好？一盒一斤重，买200块，有人要吗？买200块，还金毛螺片嘞。无聊两年没回来的，准备要出局了。上半包，一点点基本不会来，不会拔蜡，不会拔蜡。我们老爸爸讲，哎，你嘞，落雨了。你落雨现在金毛了，你只买一斤重啊？我一斤你吃两只，我讲你要搞一斤卖100啊？卖了200了，你卖啥？你只买啊？只要人家只买大概200了，只买200，能买400、300块600，就只剩下500了。
对啊，回来台湾的话又要重新办入籍手续了。以琳也三年没回来了，所以也被出局了吗？还是你是拿双重国籍的？哥哥醒来了。小雨，你要日本原装进口的哦，那个就是大东电机哦，要日本原装进口的，那只有大东电机这个厂牌才有。就是正力最强的，正大会喷水的那一种。哎，三百块，金木炉还有人要吗？三百块，金木炉。还够三百有人来不？对，要入境一下。金宝龙够三百块有人来不？有人来不？这三位两百先买，太高精。开，好，有雨了，有雨了，买三百，买五百了，好不好？五百就五百了，五百了，五百了。买一只来，两只来，三只来，四只给你，五只给你，六只给你，五百块的，七只给你，五百了，八只五百了。十只啊？为什么要十只？为什么要十只啊？跟我说一个理由，为什么要？要赔你啊？这样不够赔你吗？你觉得它有比透抽还要贵吗？没有吧？对，八只五百，一只剩多少？63块，六十三块而已，真正真正有一杯两百三块，敢都贵啊！五百块够下来了。二四五，买六来，买七来，八来，买九来，五百来，买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、六只、七只、八只、九只来，五百了。哦，日本制的跟日本压缩机一样，很少见。三家、四家、五家、六家、七家、八家、高家来，我罢工，五百块。阿哥你而已，高家。哎，五百块够下来。来利息，来拉贵，利息拉贵来，来高家够下来，我罢掉，五百块。哎，我罢够下来，我罢工，我罢掉，我罢，我罢，现在吃不了，赶紧来，三百块。300块了，三百块，来，还够人吃不了嘞，300了，300块够人买不？300块，阿哥你而已，还有人要吗？300块，300块，300无人买啊！哦，今天不用团购了，他都用有温度的。这样子你是想到后者，他想到后者的时候